今日嘅季军队伍元朗，恭喜你哋 ！Adidas Cup 2013年 U13 组别季军系你哋啊，元朗。继续有请 Adidas 香港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Janice Wong 小姐帮我哋颁发奖项，你哋会获得系精美嘅季军奖牌。另外会亦都会咧就全队总共获得系 Adidas 嘅现金购物券11,000大元，仲有 Sony 现金购物券2,000大元，仲有个奖座添噃。系啦，教练都有份嘅吓，教练唔好怕丑。寻日 U15 啲教练好怕丑啊，好多唔敢出嚟。你哋系应该系企喺前面噶。永远都是企在后面的，教练都应该要做主角的。是啦，有一个很精美的奖座，有 Adidas 的现金购物券11,000元， Sony 现金购物券是2,000元的。是啦，吞横一点，两张购物券摆中间，仲有个奖座摆中间，笑得灿烂啲，大家开心嚟啊！哦，真系咁多奖品，除翻云都可以买好多嘢啊 ！OK， 全部朋友都应晒相系咪？好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